黄师傅出名喜欢打交，当年要比武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是派温师傅出来打的。就有一年就有一个是太极团体黑鬼来的，就那时开了本没多耐就上来，那么一开始他摆个装出来嘛，把太极装标码就打他，那时候他摆了很多宣纸台在那里，几年那些家师哇咁都坐了下，他两边有扶手嘛，就散了，哇好正，我都来了，又打他打殘了，後來就直接打到成口，打完了之後坐在那裡，我那時候還去拿黃吞刺先給他。